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秀厨娘。茼蒿营养丰富，常吃茼蒿对身体好。今天我用茼蒿给大家分享一道好吃的。首先将茼蒿清洗干净，控干水分后切成小粒。将切好的茼蒿放入盆中，加入切好的胡萝卜碎，还有海米，还有葱花，打入一枚鸡蛋，加点十三香，加上盐，少来一点味精，加上一把面粉，抓上一把玉米淀粉，下手给它抓拌均匀。把这个菜调成这种粘稠状就可以，接下来把它稍微攥一下，攥成一个一个的小丸子，放入锅中，水开后蒸10分钟，打开锅盖，除了蒸以外呢，还可以炸，热锅加油，油四成热的时候，把这个小丸子放进去，然后小火慢慢的炸。丸子下锅以后不要着急搅动，等它全部定型以后，再轻轻的翻动一下。炸至丸子挑起以后捞出，继续给油加热，油温升高以后放入丸子复炸一下，稍微一上色就可以捞出来了。一道营养美味的茼蒿丸子就做好了，吃的时候蘸点蒜泥，特别的美味，清淡爽口，非常好吃哦。我是秀厨娘，如果您喜欢我分享的视频，请按视频下方的点赞，强烈推荐一下，谢谢大家，明天见。